让他给你说呀，他给你说呀，他能不解决是吧？怎么能解决啊？我们车上地委书记不能解决吗？解决吗？早起我7:40我就来了，纪委书记知道。他到现在他也没给我解决过任何问题。我咋谈呢？这些东西我也告诉你了。于淼把我这个东西送的是假的。我现在你中国给薛某华也招呼到楼下了。张红，你说句实在话。说句啥实在话呀？你解决啥了？你解决点儿，这个问题解决了吗？解决点儿，你只能说啥呀？你问他，第一大哥指认我，你为啥能指认我？我不能为啥指认你？一切都是平等的。上这不来打架？不是，别打架，都是平等的。为什么都是事情就问起来？别对我。你想不想解决这个主意啊？别吵吵吵，别说我。别动手，别动手。哪解决问题？哪解决问题？别出拽着我，我会走。走我会走。为什么不那啥呀？我这是为什么不能跟站长说呀？站长不能咋说吗？是啊，那他啥的问题呀？真的呢，我你不想挨着我，这很厉害呀！我你很厉害呀！我这解决不了，他们给你解决吗？我为什么解决多少事儿？找他呢？你能给我解决吧？我啥事儿没给你解决呀？啥事儿没解决了？这事不容易。啥事儿不解决了？有好多事儿他我说呀，等一会儿你为啥都没解决呀？等着这么长时间我都没拿。就我们说，公用粮食、公用分配，到现在也没分呢。你是真。